想通了。那就好。我只要笑笑，只要你把笑笑给我，房子、车还有抚养费我都可以不要。你想通的是这个啊？我知道我抢不过你，我希望你可以主动放弃。我不会放弃。可是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我只剩笑笑了。我说的是你。和汪宇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，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可是我需要笑笑，需要你，需要这个家庭。左凯，我记得你之前总问我，高敏到底累不累？我想跟你说，如果真爱，就不会累。可是现在我真的累了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们只能法庭见了。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我也不会放弃小小的。你现在是将我以前的错全部还给我吗？爱情不是交易。左凯，我们现在谁也不欠谁的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挥挥手想让他走。就算我断不了，放不下，也不想化身伤口。担心到的尽头，该忘了走。谁都想有个人陪着走，一直到最后。动了心，认了真，牵了手，自己却走丢。想放手的时候，反反复复来回停留。让我走吧，别再挣扎。会分岔，是什么让我放不下？你爱我吗？别再说谎，我不是一定要你陪我走遍人间繁华。
昨儿一宿没睡吧？你爸这一大早给您煮的八宝粥，您出门之前还跟我说呢，一定要告诉秘密，让他好好的保重身体。嗯，谢谢妈，让您跟爸操心了。啊，爸呢？哦，他出车了。爸，那个我是不是老惹你跟爸不开心啊？老给你们找麻烦。哎呦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我闺女，你不给我找麻烦，你给谁找麻烦呀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吃吧啊！嗯，去看着笑笑啊！谢谢妈，都吃了啊！嗯，都吃了。请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。怎么样，老公？太漂亮！哎呀哎呀，咱们给妈妈加个油啊！妈妈去开店了，快去吧啊！哎，快走了啊！妈妈要走了，拜拜，跟妈妈。哎，妈妈加油，拜拜。嘿，拜拜，走。吓我一跳，你干嘛来这么早啊？这不是店要开张了吗？我想提前过来准备准备。放心吧，咱们姐俩开店生意肯定是红红火火，而且呢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开第二家分店，第三家分店，第 N 家分店。耶、yeah!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姐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向我的偶像刘爱小姐姐看齐。哦、oh? 我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美丽聪明自信的职场女强人，像你一样闪闪发亮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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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杨光呢是我的师弟，他对古建筑呢一直很有研究，这次很多的材料呢都是他准备的，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他对这次维护计划的设计。不是，我初来乍到的，还是听大家讲吧。哎呀，你客气啥呀？你的水平没问题，来。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，没做什么准备啊。这是墙体。我对这个墙体的理解呢，第一就是它特别硬。哎呀，老婆，咱们多久没这么散过步了？我也记不清了，这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儿。放心吧，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那当然了，你说咱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店，然后你呢又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，然后我们家依依也健健康康的，多好啊。对，反正只要有你和依依在，什么我都不怕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谁呀？我爸。哦，原来你还记得吗？上次我们见面，
就是在这家餐厅。哎呦，阳光的全给我打着了。哎，孩子怎么没带来？让我见见。太小了，不方便带出来。哦，阳光在家带着他呢。是吗？我找你的事儿，你没跟你妈说吧？没有。最近过得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我上次给你那房子，你怎么会要啊？王阿姨跟了您那么多年，你说她一个女人为了帮您还债什么都没有了，挺容易的。我想着她比我们更需要这房子，所以就给她了。叶珊也跟我说了，当时嗨，也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周全，不过现在好了，也多亏他挺身而出吧，我都缓过来了，欠的款都还了。嘿，小爱，这些年我一直欠着你们，对不起啊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没用，但是我就想看看你们过得好不好。我们挺好的，您放心吧。现在不跑路了？不跑了，腿脚不利索，跑不动了。不跑了好。要是不用跑路了，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我们家吃饭。什么？闺女，我可以上你们家吃饭了？去我们家，我和阳光给您做。闺女，我真的不敢奢求什么，我自己很清楚，过去的这么多年我做了很多的错事，我只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就知足。你说呢，儿子？你给分析分析。
觉得爸爸说的对。对吗？嗯。